智慧科技宅不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电影剧院搬回家，良辰美景在眼前。不用多说，建筑物本身就有这样的地景优势，所以室内空间如何设计匹配就更有挑战。自然景观、健康节能、智慧科技，我们要看设计师许天贵、李文馨如何结合这些概念，让它大放异彩。许天贵建筑师与李文馨设计师，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两人，拥有建筑与室内设计专业背景，设计作品充满当代美学与人文艺术的深刻涵养，善用黑白对比、虚实交错，在动静之间丰富空间尺度，满足空间机能及风格独具的价值。近年连续荣获 TID 台湾室内设计大奖共十座奖项，作品涵盖建筑、室内各类住商办及公共空间，作品广获国内外各大媒体青睐，俨然跃升于国际设计领域。他们是精湛演绎建筑与室内美学的设计家。Hello， 天贵文馨，好高兴见到你们了哈。是啊。哎，每次看你们的作品，都发现不管空间的大或小，你们总能够发现它物件本身的优势，然后不断的放大之后，找到吸睛的亮点。像这一间就是绿能智慧宅。不过我们先讲一下屋主他大概的一个背景，跟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房子，他的需求用途是什么？屋主他其实是从事那个高科技的这个光电产业。嗯。那么在他的工作上的需要，总是会有一些重要的贵宾，会有一些宴客啦、招待的一个需要。嗯，所以这个案子他其实是把它定位成是一个招待所。哦，那兼具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度假的休闲宅。一开始接到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格局吗？在我们跟他合作之前呢，其实他有找到另外一个团队先帮他做平面的计划。嗯，可是平面的计划说实在做得不太理想，那也导致他迟迟不敢去发包动工。我们帮他检视原有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发现餐厅的位置其实很不理想，因为餐厅其实是宴客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把它的格局再重新做个大的改造。在空间的需求上面，当然除了一般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这个重要的空间之外，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可以放酒、长久的地方啊，因为他很多客人来。那另外在私领域的部分，它有两个卧室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视听室。所以屋主的需求是宴请亲友跟客人，然后当作度假使用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出发，营造风格这部分就要请到文轩，因为你最拿手。在营造风格上面，你如何来做一个打造？因为这个案子的话，还是以客户所喜欢的一种简洁时尚的这样子一个现代风格为主，里面用了很多的那种科技的一些产品在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去减低像这样的一种科技的冷冽的感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那种大地色系的一些材料来作为设计，然后去打造出里面不同的一种层次感跟它的品味还有质感。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像深色系的木头啊，或是薄岩片啊，天然砂岩的地砖，你可以看到很多带有自然的一种纹理跟温润的感觉。那在这种大地色系的烘托之下，希望能够让来的宾客也能够感觉到一种很温暖的宾主尽欢的感觉。所以这个房子是有科技的功能，兼具人文的温度。对。不过说到了科技啊，如果前面加一个绿色科技，哎，这概念就不一样了。我把它称作是一个叫做智慧的一个绿住宅，一个按钮可能那音响设备、灯光通通按下来，让你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影音的这个视化的感觉。那么所谓的绿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用了一些健康的材料或者是工法，来让居住者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居住品质。窗外美景俨然是空间中最无价的装潢，要如何让空间美学和窗外景致相得益彰呢？由于屋主他是把这个空间当作是宴请亲友跟度假使用，所以在公领域上面他应该要求的是比较宽敞，或者是动线部分应该交代的更明确才是，是吗？一个房子的平面隔间跟格局啊，就好像一部电影的一个脚本剧本一样，所以我们在做平面格局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很小心的在考量这个事情。我们特别着重所谓宴客的这一块，因为宴客的时候亲友可能会坐在所谓的餐厅来享用餐点，
在餐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希望他能够也能够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合景，是，所以我们啊特别把整个设计的理念上，我们把它串成两个重要的轴线，其中一个轴线是从入口进来的轴线，另外一个交叉的轴线就是我们从客厅，我们所在的客厅延伸到餐厅还有厨房的这个空间，刻意的把它规整成一个完整的区块，然后呢也在同样一个轴线上，嗯，也就是说宾客如果在这个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可以拥有这么美妙的一个大的合景。嗯，所以我们常常说端景墙，不过在这条轴线上面所呈现的是端景落地窗，而且沿路都是好风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区分公领域跟私领域的另外走动的轴线了。我们从玄关一进来的时候，原本会一路的看往所谓的私领域的端景过去，我们刻意做了一个活动的大的门片，当它慢慢戴上的时候，它是隐藏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知道科技材都会给人比较一些冷的感觉，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完全感受不到，我相信跟材质有很大的关联性。屋主其实是很喜欢一些视听影音，当我们放那么多的科技产品进来的时候，嗯，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比较冰冷，我们尽量用一些比较温暖的材料，比如说一些大地色系的这种材质，浅色的话包含仿砂岩的意大利进口的瓷砖啊，或者是我们电视墙的这种浅色的冻石，嗯啊，或者是啊我们看到厨房端景的有那种树根盘错的这种大理石，嗯啊，甚至于我们有浅的深色的不同的木皮，我们就有这些比较暖色调的材料来让这科技的冰冷感降到最低，是，而且把大自然一些奔放性也带到室内来了。是，不过在软件的搭配上面显然是有特别做过用心的，因为在颜色上面是跳跃的，而且给人有温度的感觉。刚讲了大地的色调是一种空间调性的主轴，嗯，我们刻意选了一个比较跳色的旋转的沙发，也就是让这个房子在大地色调的这种底蕴之下有一个那个绿叶上一个红花，嗯，让它的焦点更为凸显。在颜色的选用上面的时候，你是跟屋主怎么样做一个沟通呢？帮屋主在挑选材质的时候总是会有颜色跟质感的一些选择，那么我们也用一些科技的手法，嗯，我们其实是透过啊电脑来模拟一个空间的一个配色效果，嗯啊，我们把颜色啊丢到这个电脑里面去来踹不同的色调，那屋主看见了之后，如果喜欢啊，我想他对于挑选这样的一个产品跟色调会更有信心，最后的结果我想也会让屋主达到他最满意的一个程度。有的时候大平数的房子，它的桌面到了客厅就想要稍微大气一点，它可以用很长的一张桌面。对，不过你特别选用的是三个都可以移动式的吗？客厅的部分呢通常会比较宽阔一些，所以不可能像是一般我们只用个1.2-1.3米这样的一个茶几，嗯啊，因为座位区其实是可以坐下10个人以上的一个座位，所以我们的这个茶几的部分其实可以做得有点跳色，有高低的不同的变化，嗯。屋主不仅将此作为度假宅使用，同时也是向客户展示情境住家设备的 showroom。到底该如何达成科技、健康、享乐的智慧绿住宅呢？所谓的智慧控制也算是一个潮流啦，在科技的进步的同时把它纳到一个住宅里面是需要的。以这个智慧控制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区块，一个叫热环境，一个叫光环境，一个是属于影音的这个环境。智慧的控制呢，等于是透过一个微电脑藏在我们的视听柜里面，我们都把它收纳起来，透过固定在墙上的触控板，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去控制刚刚讲的这些灯、这些冷气、这些窗帘、这些影音设备的种种的需求。作为度假宅及招待客户参观的 showroom， 公领域空间则成为宾客停留最久的区域，该如何展现餐厅的气势，达到宾主尽欢的境界呢？到了用餐区，我们看到的是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您坐的位置应该是上上宾最佳的位置吧？的确，嗯，这是上宾之座，在
整个轴线上我们把餐厅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个宴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会所，我们把最壮阔的客厅的这个观景大窗变成是餐厅的一个重要的 view。 其实屋主在找到我们之前有找到另外一个团队先做平面格局上的一个规划，甚至于呢他原先的设计啊，旧的设计还做了一个隔间把它隔起来，被用餐比较包覆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很像一个包厢的感觉。那当然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造，把餐厅做得更大气，那同时也能够拥有一个最棒的一个壮阔的合景。既然是一个亲友或者是跟客户之间交流然后共享欢乐的气氛的地方，你如何运用一些元素来打造这样的一个用餐环境？餐厅在宴会的时候很多都在晚上，是我们希望气氛看起来比较沉稳一点，所以说我们的桌面也好，我们的柜体也好，木皮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连同我们背景的这些烤漆玻璃也是比较深一点，希望把焦点放在餐桌的核心上面。的确像你讲的，颜色是很重要的元素，我们在餐厅你用的色系的确是比较沉一些，但是你背后的这个局就是吸睛的焦点了，而且跟客厅你选用的沙发配件颜色相互呼应。大地色系呢，它是这个房子的底蕴，在这个底蕴之下还是要有一些比较鲜活的颜色去点缀它，增加一个主题性。的确有主题，但就让我好奇了，这门打开什么地方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触控的感应门，当我们接近它的时候门可以自动开启，在这个背后呢就是所谓的一些厨房的空间，门一打开之后呢，其实在我的这一边它是叫轻食区，它的区域比较小，里面有冰箱，有一个小型的洗杯子水果用的水槽跟一些收纳柜，右侧呢是所谓的热炒区，就是就近可以服务客人。不回到我们这个餐厅的区块啊，这个酒柜有点像是展示柜一样，这是当时你跟屋主讨论之后所做的一个设计吗？屋主他有一些茶壶，酒杯啊，一些小酒的一些收藏，对，那我们借由这个两个比较小的展示柜能够让他摆放一些他的收藏品，我们把它做一个折叠门的设计啊，当他打开的时候中间你会看到有挂酒杯的架子，有一个食材的平台，有一些活动的抽屉拉板，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迷你的小吧台藏在这个酒窖里面。所以它兼具了设计跟使用的功能，是它基本本身就是一个像 showcase。 而说到的 showcase， 这盏灯也像是杯子的走秀舞台，这是我们特别设计然后请灯具的工厂量身打造的。餐桌它的尺寸是很大的，这个有8到10人以上的座位，所以说呢如果只放一个比较小型的吊灯会显得比较不是那么的相称，我们为了达到这个气势啊，我们就特别加大了一个比较简约但是呢长度比较够的灯，那这样的灯呢线条框线简单，但是呢在发光的区域其实它上下是雾面的玻璃，那么光从上下透出来的时候呢，让屋主可以放一些他的酒杯他的酒器。那当初为了这一片很大的合景，所以我们特地把更衣室的这样子一个观念所打破，然后将衣柜的容量改成是把它排到那个墙壁上面去，其实对于这个主人来讲他的更衣的容量是够的。延续公共空间的沉稳色调，营造出低调奢华的餐厅氛围，而隐藏在墙面之中为体贴宾客而打造的客厕场域又有什么让人惊艳的设计呢？客用厕所呢一般来讲我们为了营造某一种比较像在高级餐厅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些像一些仿一些锈蚀感的这个仿金属质感这种瓷砖来营造这种比较深层比较像是商业空间的那种张力的这种手法，像一些茶镜啊，一些所谓的镀钛的一些金属板，希望把一些 detail 也能够呈现出一些精致的质感。
就像您刚才开始提到，我们这用两条轴线清楚的交代公领域跟私领域空间的切割，在这道隔门之后，它就是进入私领域的空间了。是的，在走廊的两侧，你是利用线条跟光源吗，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这个走廊打开的时候，我们刻意的用两个这个间接光源，在壁面做出一些凹凸的板块，那这个板块也是在营造一种比较粗犷的感觉，不要那么的平面，能够营造一种有点像商业空间那种比较神秘一点或者比较特殊的这种氛围。远看四面墙，近摸是扇门呐、啊！来来，打开门，这走廊多漂亮啊！哇，但问题是，卧室在哪里呢？真的看不出来呢。这不是，这也都不是。不过重点是看得出来，这灯是有用心的、啊，彼此交错很有层次感。但门据说用推的，推的。哇，文馨啊！在悠闲喝下午茶、啊，哎，永康，好惬意啊！一般在高级餐厅也不一定有这样的 view 啊，对不对？对啊，很漂亮吗？哦，太棒了！这间是主卧室，主卧室通常在设计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中心轴嘛，有的是床，有的是女主人坐在的衣帽间。确定之后，才开始打造它周边的配置。像这间房子，应该毋庸置疑就是这个景楼，对不对？对。那以这景为中心的话。动线上你们有做过格局的更改吗？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这一大片河景，它是连续性的。但是原先并不是这样，因为原先我们在床的位置是原先的更衣间。那当初为了这一片很大的河景，所以我们特地把更衣室的这样子一个观念所打破，然后将衣柜的容量改成是把它排到那个墙壁上面去。其实对于这个主人来讲，他的更衣的容量是够的，收纳空间不变，但他只你把他原来的收纳空间打散了以后，沿着墙面走。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甚至于说，我们除了床之外，还有一个小客厅，还可以有一个小吧台，甚至于我们有很长这样子的连续窗，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片的河景。这个才是一个豪宅你很难得买到的这样最珍贵的一个价值。有这样的景，其实主卧室来讲的话，它的线条啦或配件就不能够太华丽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材质的选择上有特别做过一个规划吗？对，因为这个客户的话，他比较喜欢简洁的风格，所以其实呢，我们就用这种白色作为一个打底，所以带入一种简洁时尚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放一些明亮的色彩进去，让它感觉更活泼一些。但是原先像从客餐厅所带来的一种大地色系仍然成为这边的一个底色，这是不变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河景，漂亮的河景，像外面的这种大地的感觉，还有绿色的草坪，还有树啊花等等一类的，从外面一路延伸到这个空间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单是它的颜色或者它的材料，其实我们都从外面带进来这些东西。除了白色为底的这样子一个东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像这个叫做夏目漱石的大理石，它的花纹非常特别，很像是一种树根的根部，所以它非常的自然。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上也还是延续这种沙岩的感觉。那包括我们后面其实整个还是大地色系跟我们用的一种很自然的颜色的一种大理石，所以其实它不但呼应了外面的一种公共空间，其实也呼应了外面的一种很自然的风景。同时带到这边来，包括它的软件啦、地毯啦，还有你可以看到的，对，就是把外面的草坪继续延伸进来，所以你会感觉到内外它其实并不是分隔的，而是它是流动的，那感觉你整个人的视野更宽阔。不但是引景入室，它把外面有的元素、大地的颜色、那个氛围，我觉得甚至连心情都从外面拉进来了。像譬如说，你进来你可以看到一种框景的感觉，我们这个窗户的框把这样子的一个风景框成是一个风景画，像是一个大画布、但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房间我们其实也用了这样子个白色的 L 型的一个框，从天花板延伸到折下来到墙壁，好像就把这个主卧室的地方也框起来，又成为是另外一种框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设计在里面。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那个床头的设计啦，还有它的书桌，你会发现它的书桌也是用这种咖啡色的线条从外面一直延伸，然后折下来一直到床头。主卧室的梳妆台设计呢，基本上还是要以功能为考量。我们的设计的理念上面呼应原来的简洁感，我们把它做成隐藏式的
关起来的时候它跟背墙是融成一体，需要的时候打开，它是一个多角形的一个设计，玻璃里面就可以放一些化妆品保养品来当作一个收纳性的一个考量。在孩房的部分呢，是走一个比较更年轻的一个调性。使用的主人呢，他是喜欢这个所谓的 NBA 的一个球队，就湖人队。那他们的主色系是黄色跟这个紫色，我们是应用这个黄色跟紫色跟白色来做一些色块的变化，变成是这个空间的一个趣味性的主轴。所以说我们在造型上面，在睡眠区那个床的地方，我们做一个 L 型的包覆，把这个睡眠区给界定出来。那在睡眠区的背后床头，我们做了一个浮出的设计，上面有一些间接的一些灯光的变化。那柜体的部分也藏在两侧的墙壁里面。那另外一侧就是所谓的一个读书的书桌，那个桌子的设计也是运用一些湖人队的黄跟紫的色块去做一些搭配。在读书区这边刻意用一些比较深灰色的天跟壁，为了就是跟它有一个跳跃的一个手法。对，那墙壁上还有一条带状的一个间接光带，增加一些线条的趣味，那同时也增加一些灯光的一些变化。在拥挤的城市之中，如果能坐拥一片绿意和景，无疑是最无价的空间设计。公共空间的材质使用上讲求大地色系以及自然原始氛围，呼应窗外的绿意美景。以科技情境宅的概念，将科技智慧控制完美融合在温润调性的空间美学之中，打破科技智慧就是冷光金属感受的刻板印象。作为迎宾宴客的餐厅区域，在大型玻璃输出的自动门衬托下，展现不凡艺术气息。以折门设计规划出酒柜空间，并利用科技石材作为底材，营造出古堡般的氛围。在通往走廊的通道上，以矩形堆叠交错并打上间接光源，展现宛如艺术空间的感受，同时达到隐藏门扇的目的。主卧房同样保留疗愈的大片窗景，并选用夏木素石大理石，以材质原始的质感强调自然氛围。儿子房则以他自己喜欢的美国球队的队徽色彩为主色系，黄紫色系的空间带来年轻氛围。视听室则贴上皮布落地 S 帘，修饰不规则形状，并利用窗帘包覆强调视听时的绝对音场，打造最棒的影音享受。许天贵与李文兴运用轴线再造手法，让屋主在每个角落都可坐拥大河之景，以现代时尚的温润调性打造未来智慧绿住宅。这个房子它是兼具度假，那也同时是宴请宾客的一个处所。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说，让它变成是一个有温暖的感觉、有温度的感觉的房子啊，不要为了达到所谓的科技化而让人反而觉得过于冰冷。所以这个房子我们把它从头到尾的一个主轴上，都是希望把它做得比较温馨、比较温润，但是呢又不失现代时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利用大地色系、自然建材，将自然美景裱框，成为空间设计中无可衡量的住宅美学。